中央社记者林宏汉台北23日电，在中华职棒拥有20年资历的森林王子张泰山，为了延续球员生涯，11月挑战澳洲职棒，准备迎接高强度比赛。最近积极练习，手掌破皮见血还继续练。张泰山太太吴金怡以及一对儿女今天在台北体育馆出席活动，为台北市国民体育日运动嘉年华担任嘉宾。体育主播徐展元是活动主持人，当着张泰山面前喊出招牌口号，这球就像张泰山的头发挥不来了。张泰山11月赴澳洲加入阿德雷德鲨鱼队迎接40场比赛，球队方面日前在张泰山的加盟仪式公开表示，